OK， 来了，来，好，各位不用谢了，各位不用谢了。干嘛？记得抖内我就好。嘿。干嘛？哎呦！新鲜的吗？哎，我的口中爆出啊！所以简称口中爆出。口中。哦哦哦哦！哇！哦哦哦哦！刚怎么过啦？我怎么知道？哎，你刚刚怎么过的啊？我跳过来的。到底在冲啊小？拨风水门。没有人呐。哦。行不行啊？拨风水门。我不知道怎么过去哎。不是我们正常没有路可以走吗？有啊，前面啊。前面有斜坡啊。不行，你都跳过去。我靠！你差点滑倒，刚刚超可怕！小杂毛，我太难撞啊！真的是拍片不容易啊，这么大条水沟咋用跳的？哇，不愧是波风水门，你刚刚施展了人生第四的飞雷神之术。我风水，我靠腰！有没有看到哇？今天后面一整个热闹哎哈啊！第四代，等一下啦，怎样？大家好，我是蓝旭，我们今天还在云林啊，哇，厉害喽！我们今天来到了云林斗六夜市。据说云林有两个夜市，一个是斗六夜市，一个是斗六成功夜市。我不知道哪个比较好逛，所以我就先选斗六夜市。哎，我刚刚只是看它门口，我觉得它好像有一点小，但我进来停完车之后，我就发现，哎，其实这边是尾巴哦，各位。超大！前面除了被这个挡住以外，前面好没有，你就看那个红灯有多远。那它路口就在那边，然后到这边，超级远，而且今天人超多哎，是全斗六的人都在这边了吗？没有错，全部最会斗六的都来了。好啦，我们现在直接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先来去尿尿吧 ，Let's go。好的，各位哈，这个八七老板哈，每次来这边都是先尿尿哈。昨天呢去虎尾夜市也是哈，一到虎尾先尿尿。他今天来抖六哈，靠要小狗是不是？好，有了。每个地方都要先做记号。WC WC， 那我们我跟你讲，等一下尿完我们去投，然后走进来。我告诉你，哎，这里狂了，哦，这里连尿尿都要排队。哦，好啊，加油，我不用，嘿嘿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今天呢，我们不能采之前的那种方式，今天就是想吃什么就吃吧。因为它太长了。对，真的是不见底耶。太可怕了。如果它要见底的话，我们可能就是逛完它，店应该都已经关完了。而且你不觉得有一件事情很好玩吗？就是我们刚刚来的过程中，路上都只有田，然后什么人、什么车都没有。然后这一车超多的，然后这一车跟人超多的，好像全部的全云林人都在这。对，好的，陶哥进入主战场了。这个水果茶，我们昨天是不是有看到啊？再买一下，买一下啊，买一下。你要买？对啊。水果茶。对。哦，那排队啊。热水果。我记得我们昨天去虎尾夜市也有看到，而昨天你没有买。那我要买一下。怎样？怎样？在看什么？你不要每次都那么近啊！那我在看你在看什么？很香啊！啊，走开，走开，走！哇塞！哦哟，哎，这个脸很美。一杯热的，一杯热的。哎呦，第一杯。一进来的第一间。来，水果茶怎么样？很香，但是也不会太甜。然后我觉得，但是它还是有一点点水果的涩味，但就一点点。但是整体来说，很水果很涩哦，有你涩吗？没有，就是水果皮有时候煮多了会有一点点涩涩的味道。我想说水果为什么会涩涩的？好，我们继续下一间。我们直的这样子绕的话，好像你要这样子交叉，对对对对，交叉 S 型，对对对对，好的，跟我一样。就老板卡袜子，这一双多少？全部都要39，买十送一。全部都39的袜子，老板受不了了。超便宜的，哎，你不要买。你挑你的，你挑你的。干嘛啦？继续卡，东西都还没吃到，然后老板继续卡。不是，这3个100块而已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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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不知道在干嘛。全部一个。这个啊，老板，老板，这个还不错。
我不想跟你讲话。控肉系列还不错啊。滚。不然这个半熟蛋，你们直接组成一个早餐系列。哎，控肉饭加半熟蛋很棒哎。要不然这个姐夫，大小刚刚好。哦，来了这个顶尖甩饼卷。老板你要吃哪一个？片腔奶油。片腔奶油。加沙油油，加沙沙油。马拉鸡。还是黑胡椒猪？你要吃鸡还猪？都可以，你选。哦哦哦。它会有那个泡泡啵啵啵哎，这是在练铁砂掌的东西吧？对啊，很好玩呢。哦哦哦，好烫哦。好凶哦。哎，好 OK， 来了，来。好，各位不用谢了，各位不用谢了。干嘛？记得抖内我就好。嘿。干嘛？没事没事，我跟观众的那个互相打气时间，我帮他们谋福利。什么意思？没事啊。好香哦，哎，它的皮都有一点点那个面粉香味。试看看。哎呦！我刚看里面加生菜，还有一些酱什么的。然后再加一块鸡排在里面，太大口了。嗯，好酥啊！好吃啊！它的皮好 Q 啊！然后重点是它那个肉超满的。因为通常因为吃这种饼，你边边吃不到肉，对不对？你第一口通常都吃不到肉，一定要吃到第二口、第三口才有办法吃到肉。但它满到那个边边来了耶，我觉得很屌耶，很好吃。然后它那个酱也很棒，它酱是那个海沙酱，海沙的酱，嗯，然后皮很 Q， 还可以，可以哦，都可以来吃哦。虽然它里面鸡肉也是热的，不，我们去下一间。终于找到了下一间高雄大房，买个鸡翅来吃怎么样？买两只。好的，来陶哥来。哦哦，干嘛啦？怎样？没有，夜市人很多，拿高一点。你有病哦！他们大部分都有减，但我想说给大家看一下比例。哎呦，一只20块。哎，你会吃这个尾巴吗？不会，为什么要吃尾巴？你呱呱。哦。之前有专门在卖这半截。哦，是哦，我不知道。豆乳味道超级重，然后我吃一下它的肉。肉。外表看起来很柴，它肉很嫩哎，看一下，对不到，都堆在你胸部，好 ，OK， 靠腰，哎，还不错吃哎，好香哦，哎呦，这件还不错吃哦，我觉得蛮不错的，因为有些豆乳汁你就觉得它只是炸鸡翅而已，这件还可以，蛮香的，我们先往下一间吧，够够。这鹅啊好大颗，现烤真好，你想吃吗？想吃。好啊，来啊！哇塞，200，一份200的。内用吗？内用。OK， 所以我现在在等生蚝，我们现在应该是算逛一半吧，这个点。一半，我记得庙过去后面还有，对不对？对，就等一下左边那边后面，我觉得后面过去应该就是像我们昨天去虎尾那边一样，就是那种。很多那种什么牛排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应该全部集中在最后面那边。然后大部分摊位好像昨天都看到，今天又再看到一次。对，可是今天的摊位比昨天还要多，我觉得。我也觉得比较多。那陶哥，我其实不太理解你今天这个衣服的这个，就是前面那件要遮不遮的，我其实有点不太懂。是你那个捏太大的关系，所以遮不住还是怎样？屁呀，还是这么短而已啊。哦，他是故意做这么短的。他本来就是短版的啊，他设计本来就是这样，它是一个很健康的服装。我没有说它不健康，健不健康取决于穿的这个人的思想到底健不健康。很健康。太扯了。哪有？这个蛤蟆，这个鹅啊。蛤蟆。这个鹅啊实在是太大颗了。哇哇哇哇哇，超大颗的。10块，200克，1克20块。哎呦，来喽。哇，这个指甲好像真的蛮方便的。是吧？现在我想喝个它的汤哎。好鲜哦，好好吃哦！先来吃一个原味的好了。哎呦，新鲜的吗？哎，我的口中爆出啊！所以简称口中爆出。口中。来第二口。哎呦，也是肥满的。
哎，它里面的汤好多呢，哎，给你喝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给你喝，快点啦！我怕我会撞地板。不会啦，撞地板干嘛？不是，好咸哦。蚵仔当然是咸的。哎，其实我以前吃海鲜都不喜欢沾东西，我就喜欢吃原味。哦哦哦。那我最近发现，要沾那个之后会沾一点它的甜出来，然后爽，我立马吃啊。舒服哦，这个还蛮大颗，还不错。好舒服、哦。是啊，如果我们去再往南一点去嘉义，就可以200块吃到饱了。会愿意骗我，谢谢。那会吐啦，这真的太多了啦。哇，后面这边全部都是一摊一摊的，一摊的。老板，该不会今天终于要吃夜市牛排了吧？还是你想吃什么？我不知道哎，我觉得可以。又再逛一下是不是？对，可以看一下。哎，这是昨天有看到。哦，麻辣鱼、酸菜鱼。哎，这看起来很好吃。还是你要吃这个？不要，我要看完再吃。好，你尝。好，再给你绕一圈，再给你绕一圈。嗯。哎，来，怎么了？天啊！我在拍。好，靠腰。好，老板选了一个小卷米粉。没有，我选透抽。好，透抽。好，先去做，先去做。哎，它这个后半段全部都是牛排、火锅类的。哎，我待会想要去排那个，哎，有一个隔壁的臭豆腐。对对对对对，好多人在排哦。好的，看来今天牛排是无望了。没有，还是可以吃牛排啊。不是啊。你要考虑过我的感受啊，我的肚子没那么大。你看，确定哎？我们等一下先吃完再看状况。要不要掏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？OK 吗？你要不要掀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？来啊，互相啊，我掀你就掀吗？没关系，先不用。菜自由人。这个是芹菜啦。我芹菜。香菜嘞。芹菜自由。香菜我这碗直接不吃。现在喝一下它的汤头。好、哦。它有一个特殊的油葱味，好像就是它刚刚滴的那一滴油、哦，然后有一点微微辣。是我觉得如果它不要加那一滴油，可能汤头会好一点。真的哈、哦，我觉得。你帮喝一口看看。吃那个原味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，因为它也是熬出来的。哦，我大概懂你意思。它也是在那边就是熬很久熬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它这样比较油一点点。它多那个会多一个比较。油的感觉，对，比较负担的感觉，就是米粉汤。就是米粉汤。那我先去那个好了，我先去买臭豆腐过来。哦，可以耶。有没有道理？好。好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排了好久。好久，我昨晚都快吃完了。哦，很好啊，很棒啊。这好特别哦。你知道它特别的点在哪吗？怎么说？它的豆芽菜是豆芽菜耶。真的耶。菜豆芽菜，第一次吃到，我第一次吃到哎，那吃它豆腐本体，来喽，刚炸了，第一手马上拿来的，哎呦，豆腐本体很香，酱也不错，哎，好哦，知道了，不用硬煮。嗯，还可以啦，它算有特殊的一个香味，还可以啦。当然是比不上我们之前去吃的某些比较厉害的。嗯，那你觉得值得排这么久吗？如果这边如果这一摊的话，应该就值得。好，我们待会来去上一间吧 ，Go。OK 了，陶哥，今天大概是最后一间 Happy Ending。最后一间，干嘛我不吃这个？你一直在那边嘴我说今天的那个牛排无望。对啊，我帮你选了一间很屌的，等下再告诉你哪里屌。好的，让你屌爆。直接那个厚切给它点下去了。来夜市就是要吃那个厚切啊。哎，它双层排鸡鸡。双层排鸡。哦，好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双层鸡鸡啊。好了，可以了，来了，我已经看到了。看到了，屌爆了，它的沙拉自取，哎，太夸张了。它竟然有沙拉霸，而且重点它才170，然后沙拉霸吃到饱，哎。哎，老板，有那个胶，哎。又要喝汤了，看那个架势就知道，好像没有汤会数一样。没有，我要吃小菜。哦，真的、哦，吃生菜哦。我喜欢吃这个木薯芽。看，我很少看到夜市牛排有这种露天沙拉霸的。对啊，蛮酷的。它只差它没有那个哎。我感觉多不给光光都一样。
你们来看喽。这老板到底是要装多久？哦，今天哦，装汤装菜的，啰啰嗦嗦的，吃个牛排，在那边都在搞什么东西，不知道在干什么东西。牛排都来了，然后还在那边给我装浓汤，我是真的是，我完全不知道在干什么东西。哎嗨嗨嗨，没有啊，没事啦。你在讲什么？没有啦。你屁！你刚刚在讲什么？说你美若天仙呐。如果说的不是哎。说的不是，那就不是啊。烂掉。那就不是了。牛排来了啦，你看这个够大块吧？哎，真的蛮厚，看你这才170耶，然后再加上沙拉吧，我觉得他们会亏吧？价格合理吗？可以啦，还不错啦。而且它最便宜的这边还有铁板面，才80块。先来喝口汤压压惊。到底要多喝多多汤？来了，夜市牛排。吃个沙拉压压惊。干嘛？你干嘛那么急啊？来就是要吃肉啊，那边吃沙拉，兔子哦。嗯。啊，你拿那？哎，不是说你没吃过这个吗？石莲花吗？嗯，你去看看。嗯，草味敢吃吗？它其实有一点点涩涩的，啊，但它很降火气，很涩耶，跟你一样。一样。看学生小吧。那接下来吃哪有牛排？你是会把蛋变成炒蛋的还是不会啊？不会，我要翻蛋，让它变熟的那一种。OK 的，好吃。合格的夜市牛排，合格又是牛排，15啊！哎，会再来耶，这间会再来哦，真假的？嗯，好吃耶，你要吃吗？当然了，我在等你啊。你要等我切给你吃啊？当然了，我在等给你切一块完美的肉给我吃。好，来啊！太大，快了。一口啊！哭腰，太大块，可以吧？你我不行哦。我相信你可以啊。来啊！来啊！嗯，好胖啊。直接吃那么大块，嗯，好吃哦，终于吃到肉了。每次跟你出去夜市，都会有点想吃夜市牛排，但基本上都没办法吃，因为吃太多想吃了。对，我这个夜市牛排我应该就吃不下。哎，各位观众看一下好不好？它太扯了，这一坨面是怎样？哎呦，70块这个分量，我还在看牛排。太扯了，真的太扯了，太大了。哎。怎么了？我挤了一坨进去，你怎么那个脸？你为什么要加番茄酱？来夜市吃牛排，你不加番茄酱，那你怎么叫吃夜市牛排？它不就是加胡椒酱、黑胡椒酱跟那个蘑菇酱，都会再加那个番茄酱去补那个味道。基本上夜市标配就是番茄酱跟这个，然后还有那个 A1 番茄酱也是酸酸的，还不错啊，多一个味道，不会奇怪。你不要把它想象成很奇怪，它就是一个多一个味道而已，还好。人家番茄酱也觉得你很奇怪啊，奇怪。OK， 综合以上，我们今天吃的其实也挺多东西的。我觉得还是要为这个夜市打一下分数。今天这个夜市跟昨天那个夜市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有点难哎。为什么？不是因为昨天算就是第一次去那个夜市。对。然后呢，所以新鲜感很多。对。但今天。来这边你会发现，昨天摆的基本上这边都过来摆。男人就是这样，不是看过就没有新鲜。不是，重点是你如果把今天跟昨天两个对调，我也是一样的想法，所以我很难去评比说哪个比较好，因为他们对我来说就是一样的东西，只是摆在不同地点而已。如果整体感嘛，我应该会选今天吧。为什么？比较好逛，比较大条。哎，昨天那边的甜点好像比较多，这边的甜点好像比较少。有吗？我觉得都差不多。昨天还有松饼啊，然后松饼没来，对啊。哦，对，鸡蛋糕也没来。对啊，然后还有，反正就是有多一些其他的甜点是这边没有的。就重点是我们今天完全没吃甜点，因为今天没有看到什么甜点。然后基本上昨天吃的这边大部分都有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再重复介绍了。嗯，啊，可能就像你讲的，昨天吃了很多东西都会有新鲜，就是我们可能有稍微爬过啊，还干嘛的，所以有点把我们的扣打给用掉了。对啊，对，所以就会觉得，哎，今天好像有点重复到了，感觉比较没有那么多了，但它比较大，路也比较宽，所以我觉得逛起来比较好逛。昨天就我也觉得，昨天就会有一些人会一直撞到我下面，因为太大包了。好，今天最喜欢吃的是哪一道？我看今天吃了什么？今天第一名就甩饼。甩饼啊？
我不会是甩饼。不是哦，哎，我觉得那个甩饼 CP 值超高的耶。我觉得还好。那你呢？你会选哪一个？如果以口味嘛，口味来讲，我今天应该会选鹅啊。喂，为什么？今天比较没有吃到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东西。